倒两根子，两个不能要。然后提到他妈就是不好的字了。然后提到端拎老木，这就是不能用。阿飞管太多。贱人就不能用吧？贱人可以，不能被哥哥那个贱。被哥哥那个贱不能。回来了。分身都快60等了，够难练。你一直在凑分身啊？我又凑了一只。没有，我冲分身只不过是为了要拿他去那个换精灵，然后用他的祷告，我就不会练他了。不是不是，我出分身只是想要拿不可交易的神经走。哦，弄完一下就把它删掉，然后再抽一次。哎，对吼，不是啊，等一下，不可交易的神经走。啊，昨天给我的一只长尾鹤上一只神，不可交易的神经走。对啊。哦，那个是精那个精灵那个吗？对啊。哦。就关那个地方了。哎、欸，对，这刚好哎、欸，这样我如果是练在这练上去的话，我顺便叫那些做红在挖洞，再寄给邓紫月哦。就等于要给交易给红挖。没有，对啊。不是啊，我是叫他先做黄五啊，黄五挖完洞以后再交易给那个啊。你那个成品应该是不可交易的吧。黄五哎。你看你的祷告上面有没有写啊？有些东西都没有啊。我的祷告是不可交易，可是没有说成品不行啊。干嘛呢？送一些什么？送二贤说，从不管成功失败都会祷告。干啥？这祷告？我的祷告都是之前有活动储点他送的祷啊。就是太久没上，他送我。因为我觉得精灵不公平哎、欸，我那只分身兵就比较低等，啊火黑虎就不送我岛，他、啊、就送低等的岛，有屌用？有啊，登陆送岛啊。他可能是高等登陆是送七岛，低等登陆是送五岛，我都没有。你不常登陆吗？我的那一只原本卡40等，我那一只原本40等，他就送我两个五岛，两个六岛啊，然后一个三岛。对啊，就高等没有，低等倒。对对，他都不给高等倒，他都给低等倒，一定要低等练上来。那我要来找我的金像，可能就让他看多200级。汤汤，这个图有种子包哎、欸。那个图？那个波兰海岸啊，那个河童。最近有那边好。波兰。对对对对，那边那个点，我现在我挂这个点。好打，然后又有种子包拿。那你挂狮子不是会秒人吗？没有，会合同不会，只有水母才会。之前那你怪会秒人欸，刚开放的时候啊。是吗？可是我现在打还蛮好打的，我挂一早上，我刚才都没在管，也没死。80等都可以砸果冻。你现在变小是嫩的啦，85的限制是咬死你。对，干蜜糖不算是小嫩嫩好，哎、欸，微糖不算小嫩嫩好不好？微糖哎、欸，微糖是还好，因为它什么叫做是还好？它都跟蜜糖在抢宣言的人了。那是它咬速有够快啊，可是攻击它没有蜜糖高啊。它攻击有吗？加18的85级。哦，那有啦，那有。他都可以坦神殿，哎、欸，拜托，他是身上可以穿最多的
人的，你食物可以撑最多的。怎么？他多？他有两套，他有两件那个八十纸上衣跟纸手套，然后还有八十双手毛有法器，他可以穿四件。那你直接叫他快做一套纸衣算了。他都用导光炸啊。那他还真幸运，导光就能炸出来。你要，你应该要先知道他到底失败多少次。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成果就是他用导就可以炸瓜，你不要用网。你就是说不会推炸就对了。而且最搞笑的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他说他宁愿打一黑，也不要跟废物跑团跑神殿。他说一黑的小怪超好打的，一黑八十多人打一黑叫好打，到底什么东西叫难打？我真搞不懂。没有，他可能是认为大家一起打，有些比较烂的会雷人，他自己打就没差，没那个顾虑啊。不是不是，你要一个先知去做补的事情，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哦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你在带人的时候，然后那个人一直死，你说你是不是会觉得很？对啊，也会不想带啊。怎么会死？就是冷团呢、啊。认团就是打不赢，还有死要打那一种啦、啊。要不就是要打很久。一场没有带过认团。对，因为他都自己打。他是分身。对，他要自己分身团。就是你在那个在打神殿的时候，你分身一直死，你会觉得很烦。那种我就不会打了啊。就对了啊，围场的意思就是这样啊。虽然说他自己去打一黑啊，他会觉得就是光死，我们要光死啊。不是啊，公主啊！我现在还在努力赚钱，我的东西又卖不出去没？什么东西？蓝宝又没人要收啊！蓝宝哦，还有什么？然后还有金属啊，金属也没人收。前阵子还有人说在收啦，可是现在有就没人要收，他妈！啊，还有什么？哦，两个全乳牙啦。然后，对啊，全乳牙至少两个有600、欸。你帮我要一个300的话，20个全乳牙，可能换一组光珠要不要？等一下，你再说一次，20个全乳牙换300个光珠，哦，成交 ，OK。看一组，一组250个不是吗？对啊。你是说？20个全乳牙换一组光珠哦。对啊。对，我在计算了。全乳牙一个可以卖300的话，20个3,2,6,6,000，6,000你光珠一组5,000就有了。哎、欸，这样我撩1,000呢。哦，我可以先预借啊。好。反正收集材料卖，我也不是没卖过。表示现出很生气的脸，然后他现在疯狂的找我 PK， 妈的嘞！看人瞄我就找我 PK， 这是什么规定的、啊？哎、欸、喂，干嘛要跟我 PK 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我在问你说橘彩啦。要。那个全乳牙是收哪一个啊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有。地狱有了，看到那个激光王子之前留的，冰封峡谷打猎，冰封峡谷打，可以龙牙那个也不会有啦，就是那一个啊，就是那一个、啊。白云洞林探索是黄金月归夜。哎、欸，我昨天没有啊，就是白银龙牙那个才会有啊。哎、欸，我昨天把那个又炸光了，看。成功率真的超低的哎、欸，那个蓝给我6组白彩，没有一件橘。我发现啊，要进你去采集的时候，你要顺便看那个效果，获得额外材料那种几率，拿到橘彩会比较大哎、欸。没有，你拿那个火药桶去炸它，成功率会提高，成功率提高什么东西都高了。嗯。